Das ist schon wieder.
这边怎么回事？来个水。来。那个你怎么叫？再等会儿能回锅。啥菜都没说，还有多少多少菜呀？对是，嗯，不就这么啥吗？就是这里的。那你上车了，照，这边免的，照。那我们可免一会儿。你扯个来扯。白来了，这是。快速度回去的是再半个小时的意思，就是再等下辆车飞机。
帅点，这次我不要去了。
哥，你这是咋下来的？上面还有车吗？没车了。没车，我待会走下来吧，慢慢下来吧。走的已经要走沟口呢，已经沟外面的大车进不来了，你也出不去。我就走这个大路嘛，没走小路。不是大路车进不来了，外面雪也下开了，大巴车也上不来，大巴车可能就剩一趟嘛。这样的。啊，你上去，最后大巴车没有，你还得走回去呢。在那个三星关是吧？走到你上车那边呢？就三星关。啊，现在那只能是大巴车到三星关了。那我待会就走到三星关嘛，我上去看一下就下来嘛。现在才一点多。哎呀，雪大了，你车上不来，大车滑呢。我不上这里了，我到三星关。我知道，那大车就剩一趟了，别可能不等，别就一个人拉上就走掉了。我从广东跑过来，跑了4000公里，这里又跑回去。是吧？跟你说呢，你说是你谁都是一样的。你最后闹得你下不去，你咋办呢？这才一点多，雪大了车上不来，甭睡上十几公里了，那可不是说是这几公里的问题。我上去吧，我先上去吧，尤其还一点多。别大巴车走了，我们可不是公园的，我们是管防火的，保护区的，跟公园是两回事。我只提醒你，就是说别到时候下不来，你又咋办？他说是30分钟一班嘛，下雪不是特恶劣天气，车不上来。没事吧，确实不行我就走吧，反正才一点多。好好好好，谢了啊。